近日，张歆艺参加某节目，谈起过往感情经历，她表示后悔过往的磕绊经历，只觉得当时的自己太任性了，也称曾因为觉得袁弘值得更好的而拒绝过他。节目视频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猜测与前夫杨树鹏有关，而杨树鹏也疑似在网上回应你让我恶心。9月1日下午，张歆艺发文回应此事，写道：断章取义要有个度，一场乌云都散了吧，爱情不丢人，认真的爱过就绝不后悔，并放出节目完整视频澄清此事件。我到我老到我死的那一天，我都会，不包括我现在，我也会跟袁弘说，我说我其实心里是感激杨树鹏的，感激我的前夫，就是在我特别特别需要一个家庭的时候，他勇敢的给我，就是不顾一切以全世界为敌，就是给我这个，因为他知道我需要的是一个家庭，一个稳定，而且彼此为对方做了巨大的改变，但是不是良性的，对，但是我感谢这个人。对此，网友纷纷力挺张歆艺发声：做好自己就可以啦，诋毁你的人我们不用去理会，别人的看法我们没办法决定，但我们可以决定成为什么样的自己。二姐加油，善良的人会被世界温柔对待的。某个劳新闻，支持二姐永远做最酷的自己。报道。